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是想告诉我，他蓝卫青是个弱者，我应该尽我的义务去保护他。同时，你还想让我明白，他毕竟是我们的班长，我要服从他的命令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处处都在替他说话，你是在心疼他，对吗？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打从你见他第一面起，你就像个牛皮糖一样在粘着他，因为他是演员，因为他长得漂亮，因为你喜欢他，对吗？朱世红同志，你才是牛皮糖呢，我是在跟你交流意见，你可以反对，但你也不能把这事推到个人的私人感情上去啊。如果你一直要这样做下去，好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喜欢他，你满意了吗？我早就料到了，不然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去指责他，总来要求我呢？谁看不出来啊？你是看出来了，但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？想听实话吗？随便。就你的性格，哼！我怎么了？后边都跟上了啊！把人给我看好了，快点！严班长，班长，拿壶水来。水早喝完了。蔡参谋，蔡参谋，嗯，要不咱歇会儿，给您弄点水喝。我一个戴罪之人，怎敢发号施令？蔡参谋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这不是在骂我吗？这样吧，就地休息，我派人给您找点水去。那就有劳焦连长了。杨班长，就地休息。就地休息，把人给我看好了。蔡参谋。这边请。大婶啊，去打点水去。我发现，说你大傻，你还真是傻呀，连水壶都拿不住。不用你管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怎么着？过来，大嫂，过来。还有呢，快点，打满了。你在外面待着，我进去。哎，英子，你给我回来！英子，你枪挂好，你在外边掩护，我进去。哎，如果你光荣了，我怎么回去向你的蓝大小姐交代啊？如果你光荣了，我怎么回去向你的朱总司令交代啊？啊，朱总司令？啊，就他那股霸劲儿，很快就会晋升为朱总司令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让我打头阵的吗？小心！滚！蔡参谋，您先喝。谢了。不过，焦连长，
我的罪名你大概也清楚。照他们的说法，由于我的失误，导致部队打了败仗。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的话，军事法庭是不会轻判我的。所以，你没必要对我那么客气。三三郎，别这么说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谁没打过败仗啊？败仗打得最多的人，你猜是谁？哟，这我还真不大清楚。真傻，老头子。哎，有水了，快！水来了。告诉狼窝沟，就说我们今天晚上赶到。给谁喝水呢？给谁喝水？给谁喝水？不是打他！那又怎么了？哦，是我们的一个马夫，他傻透了，从来都分不清是非。分不清是非，也不应该下手这么狠呐。去，告诉严排长，别忘了我们的任务。是把蔡参谋安全地送到目的地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据点里，这里是粮仓，这里是营房，这里是马棚。这边据点的东边是座小山，西北边是通向外边的那条土路。这儿好像是长官住的地方，他们的装备不错，有20几个人，看上去比较松懈。这是个好机会，敌人在明，我们在暗，我们可以利用天黑做掩护，对他们进行偷袭。那么多敌人呢，我们怎么突袭？声东击西，想办法把敌人引出据点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再派另外一批人进入据点，夺取粮食和军火。你想的也太简单了，敌人的脑子不比我们笨，他们怎么会随便上我们的当呢？这么说，你是在灭自己的威风？你这是在盲目自信。你别插嘴。我说的没错。怎么叫灭自己威风呢？我这是实事求是。你想想，敌人的人数和装备都优于我们，万一出个什么差错，我们的意图很有可能被他们识破，这样我们不就成了自投罗网了吗？班长同志，我们为什么非要出差错呢？我说的是偶然性。我不懂什么叫偶然性和必然性，我只知道一点，如果仗都像你所说的那样，那就甭打了，还打什么呀？哎，那个高林都呢？我觉得吧，咱们现在应该听听他的意见。听他的没用，一提起打仗，他比谁都兴奋。那可未必。别忘了，他可是你的崇拜者。得了，
既然你不接受我们的方案，那我们走。咱们走。小秋，我们真的就这么放弃了吗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是在为他们担心。毕竟打起仗来，冲在前面的都是他们班的。要是万一有个死伤，我没法向牺牲的赵班长交代。到现在，我一直不能忘了赵班长临终前的嘱托。他让我们一定要活下来，走出去。你呀，就是心地太善良了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真要说打仗，我们确实没法跟赤红他们比。你忘了吗？那天我们鼓动你离开龙门寨，结果在山里转悠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去准备一下吧。好吧，走。决定了。你去哪儿了？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们？没错，跟你们女兵打交道就得留一手。人家都说女人心海底针，今天我才彻底领会到了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和你掺和多了，有人会说闲话，他们都说我追求你，特别会歪曲我的意思。那你是在追求我吗？是啊。是吗？啊。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打算过接受你，这一点他们知道吗？他们？哦，你没打算接受我呀？啊？是啊，不接受。行，看来我这剃头挑子一头热，自作多情。队伍已集合完毕，等你指示。我决定接受你的方案，准备出发。快去报告连长，他们到了。走，走，快，快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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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，走，走，走啊！进去，你进去，你，快，进去。我们怎么办啊？他们这是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？不知道，只知道离家越来越远了。大家都不要害怕，别紧张，我们一定要沉住气。哎呀，教练长，你运气不错呀！啊，这我这好不容易打了几只山鸡，本想自个儿尝尝鲜儿，真没想到成了你们的口福了啊！张连长，哎。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别扭呢？我们教练长能成为你的座上宾，那是你的荣幸。哟，口气不小嘛。那当然了，我们教练长是奉军事委员会密查组的命令前来执行公务的。哟，嘿嘿，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呀，请见谅。来来来来来，干！来。来人到。蔡参谋给我安顿好了吗？都安顿好了。好，你告诉他们再给我多留点神。第一，不能让他跑了。第二，不能让他死了。第三，还得好吃好喝，给我好好的伺候着，明白吗？是。这教练长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呐！啊，张连长，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虽然这位蔡参谋就要被押上军事法庭了，但我不能漠视他的背景和来历。我告诉你，此人来头不小啊。他原来是军情处派驻65旅的一个少校参谋，但是没想到成了别人的替罪羊了。牛屯寨一仗65旅打了败仗，
程旅长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，就把失败的原因归罪于这位菜菜吗？原来是这样。哎呀，做人难呐！哎呀，来来来，不说这个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，来，来。张连长，哎，我可不敢多喝呀，万一押送任务有点闪失，把菜菜们跑了，我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。哎呀，那就少喝点酒，多吃菜。来来来来来，动手。什么声音？是我们的几位战士，他们这是在告诉我们，他们就关押在隔壁。大伙都听好了，一般的战士跟我从正面去攻击敌人，想办法尽可能的把敌人引出据点。如果敌人上钩了，护士班的战士跟着蓝班长想办法进入据点夺取粮食和弹药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想办法抓住一个活口，这样才能打探到我军主力部队的去向。赤红，我请求随护士班行动。为什么？他们在夺取粮食和弹药的时候需要有人掩护。哎哎哎，打住，我们不需要你掩护，你以为我们都是孬种啊？你能不能给我闭嘴？我同意，但是你们要记着，尽可能的保证不跟敌人发生正面冲突，要快，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。大伙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我们行动。等等等等，上哪儿去啊？把我一大活人放在这儿，不需要我了是吗？对不起，我可不敢命令你。小高，你跟赤红他们一起行动，他们的行动会危险一些。长这么大了，还是第一次让几个丫头给我调来调去的。行了，听你们的。走吧，走。干什么呢你？我说你小子一天围这几个娘们转，你看哪个了？啊？让我再看见你一眼，那么一枪崩了你！滚！滚！围墙的脚上多了两个岗哨。还有什么其他变化吗？没有了。晚上增派岗哨很正常。走。兄弟得并肩作战了，告诉兄弟们给我守住大门口，这还能打？官匪打过来了！什么情况？好像是我们的人。是来救我们的吗？嘘，不知道，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。大家别害怕，我们做好准备，来，你去蹲下。不想出来。
不想出来你出来，掩护。要一个痛快，安静。兄弟们，给我掩护，大喊着打！田队长，你把谭正北带过来，等我看好了。是。撤，退。兄弟们，他们跑了，快给我追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团长，队长，看什么？你最惯用的伎俩就是声东击西，千万别上他们的当。哎呀，什么声东击西，不就几个女共匪吗？老子见多了。兄弟们，给我追回来。哎呀，这不是有你的吗？站住，快追，快，小青，敌人上当了，快，快追上。这个蠢货，来人，连长，弟兄们都给我隐蔽起来，以防不测，快。啊，之前我们赶紧行动，慧芬姐，你带两个人守住敌人。大花啊，我们走，快跟我来。有些不对劲，敌人不可能那么听话。哎呀，你这是神经过敏，赶紧拿吧。是我们的人，弟兄们，给我狠狠地打！有这个可能，怎么办？这样吧，我去增援他们，你们留在原地别动。哎，我去。刁妹儿，还有你，你们两个跟我走，其他人留在原地，听从小高指挥。是，走。小心点。
是啊。那他们怎么办？作战计划能随便更改吗？不用管了，给我狠狠地打。那个屋子里有电台，小心拿电台，我来掩护你。走，我带你们去。走。掩护，我去把那个军官抓过来。是石红他们，这样打下去，谁都跑不了。石红他们来了，太好了，他们有几个人？三四个。站住！英子，我们得想办法出去。这儿有堵墙，出不去啊！把它架来。是。给我手榴弹，我来。不行，你不行的。让我来吧。不行。小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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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慧。慧芬姐，想办法告诉赤红，让他们也赶紧撤。是。快点，快撤，快！啊！跟我走，起来。别打了，快点，他们撤了，咱们也撤。想跑？小心，快撤！不行，你先撤，我来掩护。我的任务就是保证你们的安全。小心，他们也撤了，咱们也撤。走。别说了，你带着他们，掩护他们，把电台带走，一起走。英子，我命令你快走。
子弹了。他们撤了，我们也该撤了。这样，加强火力，扔手榴弹，听我的命令，一起扔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一、二、个，快撤了，撤了！跳火！不知道赤红姐他们怎么样了？不用怕，敌人不多。再说，他们又是晚上突袭，肯定打得他们哭爹叫娘的。哎，对了，你是不是丢了什么宝贝？一个红军战士哪来的什么宝贝？再想想。要说宝贝，我还真丢了一件。嗯。是这个白痴吗？原来是你偷的呀！你丢了东西，我帮你捡着了，还说是我偷的，玩笑都开不起。赤红姐，小杜，你干的。我差点都被他咬了。哟，还摆个大官儿。哎，赤红，英子，我们家小青呢？我问你，我们家小青呢？小青为了保护我和电台，落在了敌人手里。有敌人手里。你不是负责保护我们班的吗？那你怎么能把他落给敌人手里了呢？你说，你说呀你！你给我松手！还有你，你不是厉害吗？你不是能打吗？那你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扔在狼窝里呢？啊，你敢吗？你敢跟我去救他吗？小心被俘是我的责任，你冲我来吧！那好啊。那你跟我去救他，怎么着？你哑巴了吗？你们都哑巴了吗？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们要吼个啥子？我看该承担责任的是你，是哪个的情报不准？是谁说的只有20多个敌人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啊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的情报有误。我情报有误？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去的时候明明就只有20几个敌军，鬼晓得其他人从哪儿冒出来的。你连个情报都搞不准，你还打什么仗啊？就你们能耐，你们要是有能耐，怎么把小青姐丢给敌人了呢？我看啊，这仗就不该打。什么不该打呀？是不该带着你们一起打。喊什么？喊什么呢？啊，吵吵什么？不怕把敌人引过来？
怎么回事？小青为了保护我和电台，被敌人抓了。站住！你干什么去啊？去救她。我也去。护士班的姐妹们，有种的跟我一起杀回去！我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喊什么？我原地待着。都给我站着！班长不在，我副班长说了算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归你管。你疯了？我没疯，我只是去救他。就你想去救他吗？我们大伙儿都想，但不得贸然行事，应该冷静，你知道吗？正因为这个，我才要马上去救他。等你们考虑周全了，敌人早把他给杀了，你明白吗？好，既然你这么固执，那我就命令全体战士跟你一起去送死。全体集合！够了，小高，你是个大男人，你不应该这么感情用事。我知道你很着急，但你不能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去开玩笑。行，我不开玩笑。副班长，你也抓紧时间想一想，一条人命。我们必须尽快想办法救出小青。张连长，嗯，你们的电台在哪？干什么？我也向上面请示。来人，到，带焦连长的人去发报。是。笨蛋，连连长，电报这样发。你就说遭遇大股共匪袭击，蔡参谋被俘，就这事。能找到毛病吗？那东西已经废了，别再瞎耽误功夫了。我渴死了，你们谁能给我点水喝？到了这儿，就不可能给你这么好的待遇。你忘了你被别人折磨的时候了。可那个时候也没听见你替我们讲过半句好话呀。算了吧，给他点水喝。来，白雪，他可是我们的敌人。可敌人也是人，不就喝点水吗？他会渴死的。死了更好啊，那就不会浪费我们的子弹了。请你把水壶还给我。不还。白雪没有错，我们对待俘虏是要讲政策的。这部电台是我们抢来的，中间那个叫黄秋姑，是别的部队的机要员。你们逮的那个俘虏官不小啊。听秋姑说，他是犯了什么事儿，正被押去受审呢。这样，你把英子叫过来，我们商量一下。好。哼，这次失误也有你的责任。你怎么能说是我的责任呢？连一点作战常识都不懂，那是共匪的调虎离山之计，你傻乎乎的追那么远干什么？啊！保护蔡参谋是您的责任，您明知道是调虎离山之计，你还不把姓蔡的看紧喽？报告，有回电给教练长。站住，幺妹儿，看看他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没有。身上有武器吗？哎，酒壶，这个我留下了。
坐吧。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。风萧萧，路漫漫，素面红颜，山河苍茫，女人泪，女人笑，终归是暮暮朝朝，情未了。相遇太美，就算千辛万苦，有你青春不美，就算千山万水，勇敢的心无所谓。